一方有难，十方驰援。马六甲慈济志工总动员，从大爱幼儿园再走入华小，从夜市、商场再到旅游景点，四天内为槟城水灾启动超过50场街头募款。运输全部都被水震坏，所以你看到那一片的那些书的都不能用，看到很心痛。好，感恩。慈济志工在5级波浪夜市入口处劝募。来往民众不分种族、宗教信仰，纷纷捐款，尽一份绵力。Saya mana nampak pun ada saya bagi, macam dapatkan bagi orang yang susah, tak kira apa bantu, sama susah, sama tolong.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祝福送到去冰镇。慕心慕爱，不落人后。前来静思堂参访的公教中学师生也踊跃响应。是为了帮忙那些灾民啊，看他们这样子，可能我会好像心疼他们啊，我能捐多少就捐多少。现在我年纪还小嘛，我也不可能去到那边帮助他们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我现在有多余的钱，我捐出去，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。在机场街文化坊，志工捧着募款箱，弯腰感恩每一位投入善心的民众。毕竟是北马人，我在新加坡工作嘛，所以帮不到当地人，所以有人帮好啊，出一点钱。洪水无情，人间有爱，愿灾民的生活能早日安定。大爱新闻马六甲综合报道。